同学们来看一下这一题，好，他给你一个式子叫做 XO2， 他告诉你说它的分子量是64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假设它的原子量是 x， 原子量是 x， 那氧的原子量是16，有两颗加起来会等于64，所以你可以知道 x 它的原子量是32。题目已经告诉你了，32你只要对过去，原子量32是谁？是硫，这样就可以勾出我们的答案了。